好的，十六个小伙已经准备好了。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姑娘，这位姑娘说了，她最恨一种男人，就是骗她的男人。但是我觉得这里分小骗子、大骗子。小骗子是骗一阵子，大骗子骗一辈子。你要真的骗得浑浑噩噩、幸幸福福的一辈子，是不是也算不错了？来，掌声有请姑娘。大家好，我叫李思，来自辽宁省锦州市，今年27岁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我挺老实，你别骗我，找个对象不能欺负我。来看一下十六个小伙对谁感觉最好，选一中人。看一下李斯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李斯，来自辽宁锦州。因为爱美呢，就在这儿新天地购物广场开了这家女装店。这个店我是去年8月份刚刚开业的，每天晚上5点我都会用快手直播来卖衣服，直到商场闭店，几乎每天我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商场的。我是学幼师出身的，像民族舞啊、现代舞啊我都会，所以现在同时我还是一名瑜伽教练。我的服装店加上我的瑜伽教练职业，一个月能大概挣到5-6千左右。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的怂，而且容易被骗，顾客只要一跟我讲价我就受不了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顾客来店里买衣服，我已经是赔钱价给他了，可是呢他还在骗我说第二天要带店员一起来买衣服。当时呢我就信了，结果第二天呢我等到了下班他也没有来。别人卖一件衣服可能挣2件的钱，而我卖衣服呢不赔钱就不错了。在人际交往上呢我也没少吃亏，吃饭总抢着花钱，有的时候朋友主动叫我吃饭我也不好意思拒绝，而且都是我主动去掏钱。有的时候经常被朋友坑，明知道是被坑的我也不好意思拒绝，也不好意思去反驳。所以呢我想找一个性格比较外向的、精明的、能够保护好我的这样的一个男人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我受欺负了你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来，谁一号李明？你好女嘉宾，你要受欺负了的情况下我肯定是为你出头，削他。咋削啊？拿啥削？就是啥都不管那事了，你是刀子棒子，你是就是拼命整了。女的找男的就是说找一个保护伞，所以说吧这个时候我必须得通啊，必须得上啊。有没有其他观点的？来，六号新上场的先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扶余市永定乡的，我的名字叫王伟超，我的外号叫王有才，我的爱情宣言是：你单身我单身，不如咱俩就结婚。好，我感觉他那种暴力完了给你打坏了花钱看犯不上，我一吓唬他们就不用打了还省钱，就我一震没有招，我会点武术。你咋能震呢？我上去就能捂着。你上来捂着捂着我看看。来来来，那我上去了。我看看正常，我要是能受欺负，你咋受欺负法吧？咱俩演习一下子，这感觉。不行，我下跟他配合一下子。在哪儿呢？你要咋配合呀？我说我那意思就是我扮演就是欺负女嘉宾的那个角色。好，来吧李明。来，十一号李明，有请。全程热烈。哎呦！
你要干什么玩意儿？我以前好像认识他，好像跟你见过。给哪认识的？我媳妇儿，你认识啥呀？好像咱俩以前是处过呀。哎呀，上这装来了，别说话了。我感觉你是撬行的呢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整不了你了，拿着。啊？不是。像是要跟打着你好卖艺的啊，没有，就是他看完了你这一溜十三招，他给你扔点钱的就走了。还有啥想法，哥们？啊，有没有啥想法了？服了，服了。你的方式我刚才看了，几乎都跟人家保持安全距离，为啥呢？夸我扔的壳子吗？是吧？他是不敢上，他要尿下去，那不冲出来了吗？是吧？啊，我这不嘎嘎我就不是劈了呢吗？是不是啊？啊，他骨还抬上是吧？我有招啊，你灵机一动，你别动，哥们，我刚腿掰一下子，别动。哎呀，等那天我听好了来着，你看完事他走了，是不是？很简单。李斯感觉怎么样？这样的小伙儿有男人气没？挺有。来，谢谢两位，谢谢谢谢，不错啊，行啊，不错，谢谢谢谢啊。但是记住一点，能用法律解决的，我们不亲自出手。对对对对对啊！好，来看第二个短片。我就是属于完全付出的类型，会处处考虑别人的感受。比如吃饭的时候，如果他想吃那个，我想吃这个，我就会听他的，就吃那个。天冷了也会去先考虑他穿的够不够暖，冷不冷。然后约会呢，也会选择他喜欢做的事儿，他开不开心很重要，我开不开心无所谓。受欺负了我也不会反驳，不会吵架。你要是凶我了，我又会不知道怎么办。如果有分歧了，我会考虑从自己身上找毛病，会考虑是我哪句话说错了，或者是我哪个地方做错了。我比较喜欢有上进心、成熟稳重的，身材微胖的，像面包哥、关帅还有郭鑫这种身材的就比较好，因为我感觉能给得了我安全感，能保护得了我。如果台上的你是这种身材的，那就给我留灯吧。